想小心旁白哥抱抱潘玮柏婚三年巴厘岛补请喜酒新娘在其底信与力宏情歌祝贺是，请跟我来认识一下，这是轩云29岁，跟周杰伦同天生日，曾在东方航空公司有最美空姐头衔，但在社群平台他展现的是搭私人飞机的实力啊。虽然他被启迪是天王嫂训练班出身，但炫白富美照，炫着炫着就坐实了潘太太的位置，也算杰出毕业生吧。2020年，潘玮柏放他和男方爸妈合照，吴玉瑾公布已婚。2023年11月29号，宠妻的他选在一晚约27000元台票的巴厘岛别墅型度假村补办婚礼。这个维拉网两套华服给他刷下去啊！据中国网媒报道，婚纱就要220多万。哎，和潘帅很要好的王力宏没缺席，一起见证这场巴厘岛婚礼有多闪吧。三立娱乐新闻要幸福哦，报道。